杨子荡秋千，赵丽颖荡秋千，杨幂荡秋千。看到关晓彤的鹿晗赚大了，女明星们在参加一些晚会时都会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，尤其是在演出中更是如此。所以在一些舞台表演上，女明星都会被安排坐在秋千上。虽说这种造型看上去比较唯美，但对女演员的心理素质有着很高的要求，毕竟这可是要被吊在上面的。在去年的跨年晚会上，杨子就坐在很高的秋千上面唱歌。虽说从小就见过大场面的杨子心理素质过硬，可吊在这么高难免还是会有些害怕，从她的表情中就能看出来很紧张了。和上面几位不同的是，关晓彤在录制王牌对王牌的时候也有坐过秋千，可不一样的是她并没有被升到高空，而是坐在了秋千上面。毕竟晓彤是有恐高的，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才选择在地面。不过晓彤 COS 的这个造型是所有人中最好看的，在家